图集王子庆生致敬前辈，徐怀遇到场送祝福。王子生日音乐会，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6804.14。王子今14日在三创举办生日音乐会，与歌迷欢度生日。下午进行彩排时，王子不禁唱跳专辑的主打曲《上位》与防弹少年团夯曲《Fire》的《Ronks Fan》，还有组合《青苹果乐园》《失恋阵线联盟》对《你爱不完》的复古版组曲，搭配下半身积极扭动的舞蹈，看个人血脉奔张，想入非非。王子表示，为了这段舞蹈动作，他可是特别花时间练习两个礼拜。徐怀钰补充道，他以后要走猛男路线。被问到下半身的舞蹈怎么练成，王子霸气地说，不用练啊，这是本能反应。笑翻众人。